嗨，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闪亮的日子。因为上次你们之前游轮四轮是来了的，叫到两边怕脏了，是你俩的问题，给他们两个喷一喷。所以就是你们不如一起去去，他就是一个爱唱歌的大男孩而已，行着来呗。哎，对，不要受。Hello， 大家好，我是练习时长5+1，六年的来自 SDT 的练习生赵让，长江后浪推前浪，当仁不让我赵让，耶、yeah ！不乐，就咱们休息一下，好吧？都要准备一些 solo 啊什么之类的。哦，这睫毛都有肌肉了吧？这个真的很厉害。真的，没事儿。哦，好。OK。救命啊！哇塞！哇，非常优秀，够资格了吗？太棒了！不如大家就直接来看一下吧。今天晚上激流勇进啊，然后坐坐过山车甩杆。我的这还有水枪。对对，就这样子就不会怕了。我吐不出来，我每次一坐，我一下就是，我这就行了，我连叫都叫不出来。搞得我想去游乐场了。哎呦，哎呦，这是。真的哈，妹妹可能会傲娇，就这种感情真的。那是那一段。我也是，我超羡慕。妈呀，那像你这样的门禁吗？我告诉你，我妹妹打个比方，找男朋友或者结婚，就是完全反过来。没有没有，从小我们过年上回老家。哦。流血是我们小学的那个教学，我直接都是我妹抓的。你看啊，你们听过一句话。我们说就是穷养男。对啊，你只是颠倒了一个顺序。四个嘛，我只有一个姐姐，嗯哼，就永远对，就是这种概念，对。这我特别有感触一个点。好，那我们再次祝陈毅的妹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弹幕弹幕祝陈毅的妹妹生日快乐。哈哈，鲅鱼头啊，会很有少年感。鲅鱼头。赵让喜欢整这玩意儿。对，我不知道它叫鲅鱼头啊，但是时尚是个轮回。对，这就是以前我们那种，然后给。我是什么都能吸收的。那你们现在是有一些剧透可以看的，对吧？哎呀，因为哇，对那个比较感兴趣，就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减肥这件事，假如说你不是从事所谓艺人这个行业，那你0713在一起唱我最闪亮。哇，对，我就做熊下。赵让的鱼看到没有？还在黑鱼，这黑鱼一口把那个鱼吞了，是吧？是个爱唱歌的大男孩。不是我，哦，我真的双喜，非常感动你们两位人。嗯，对。就说现在立马一个快问快，因为我当练习生。对，就是那种，然后来，我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我帮我。说我现在已经承受不了这一份，我上几天班，我看我是不是我就是属于那里。哦。他现在在做的你知道是什么事吗？那么我现在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吗？那我们看下一位。哥哥，我老熟了那哥。啊，为什么是这个头像？赵让无处不在。这咖啡我也老喝。是吗？有了，哇，这个厉害了！手上还拿了个风，那种走丢的小孩。Oh my god！ 救命了！咱们这个景也是很不错了。没有，是公园。怎么养啥的都有？这是不像，帅但不像。太尴尬了，忘了。可以自容。这个场景很适合照亮，倒是是真的。对啊，这样是。这也太多人了吧？这边还有蹦迪的，你见过这个吗？我第一次见这个，我真的懵了。我真的第一次见。我看到那个大哥，还有刚刚有一个奶奶，80多岁了，看着。哇！哎呀，小范儿，亮不亮？王范儿。啊！快学他们！你扭屁股。扭了。两派，你知道吗？有一个是摇头派啊，有一个是点头派，你发现没有？哎呦，高子来！哎呦，我的天！直接把头发都甩起来！你知道吗？来来来，我最好去穿。哦！有点跳假了，累了。我也累了。
个了。这不两个派系吗？这边是有老伴儿的，一边是单身。单身派对，一边是有老伴儿的，一边是找老伴儿的。老伴儿。你这么的，这是我可以看的吗？这么的，我以前学过，我是搂腰，女的是搭肩。啊，这样。对。啊。然后就走。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对。那你就走。那那。哦，你们身高差好大哦。我要打人了。这是可以说的。这多少带情绪了吗？对。高情商啊。那那，然后你走。你就跟着我走就行了，我引导你走。啊好吧，啊行啊。一会儿给你们看一下我手机那边有胶的爷爷可以教我一下吗我想学一下这个歌舞啊就很简单的那种可以教一下我们两个吗哎我们两个就是一男一女一男一女走男步吧有一个妹妹她走男步啊那我走女步吧行不行男步来男步一二三四，完了我已经忘了。行，我也忘了，我也忘了。一，二，三，四，真忘了，好久了。一二三四，哎呀！原来我在学的时候你都在干这些，我都服了。好，来，我是女步。完了，叫他女士上这边，男士上这边。啊，一，二，四，三，哎呀，对，我有点乱了啊。四，哎，这是谁？啊，提过杯冠军。啊，女生手。一，二，哎，看不下去了，有点。哎，又回来了。哎，回来了。再来一遍啊！好，来，四，好，来，不好意思啊，来，预备，走，1234，然后，我是走这边还是？我是走这边啊啊！降花了，上道了，哎，这边你看，你是不，你得这么转，这手更后面，是这样做啊，你可以了是吧？我怎么做？来，啊，一，二，我的天哪，一，二，哎，二，妈也升级版的，过招，这个，就我看着好像谢欣阳在甩面的那个感觉。扮了个人甩，金蛇狂舞真人版。哎呀！行了，行了，谢谢师傅们，谢谢你们。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团结美人教的跳，哎，下来了。把梦想带身上，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哇，好肆意的两位青少年。好快乐啊，好快乐，弹琴一个也是地球天长，痛痛快快向前走，别回望，这花开花落一千年，一千形状，我还是自己模样。好春光，谢谢。因为我感觉吧，就是跟他们聊天吧，就是你感觉你会开辟一个新大陆。在上一次我们录的时候是对社交三部曲破冰三部曲吧，你演示一遍。我子宁说，因为子宁是最新的人，我们这边是难免带着那个来吧。你要不要吃啥？我滑进来了一下。哇，不行了，不行，那我找个地方钻。不如真的你来一下。啊，你睫毛好长啊！谢，你到点了。我再跟他聊一会儿，等一下。哎，像这些，
好好啊。哎姐啊，不管什么姐，多叫一声哥，少趟十里河；多叫一声姐姐，少爬十里坡。就是他，这是一个，然后立马给你来句姐。哎，各位朋友，今天是闪亮广场舞，来，你先来一个，下一个，来了，这个我不会，这很难的，好不是一定要那么弓着背吗？就是，偶像加我好累，哥，这挺适合你的，真的，我觉得适合你。好，谢谢哥。让我一次风格高，抢抢抢抢，我也有长虫包，鸡爪，你这是鸡爪是吗？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真的冷。好帅呀！我很多遍，我比如说我看完这个电影，比如说蜘蛛侠会吐丝，我就也想像他一样吐丝；看完谁会飞，我又想会飞了；看完谁那些手啊可以无限伸长，就是打人，我又想那样。对。这个后期老师能资质最高，爱你们，还被群殴了。其实，在。